Yes， 我已经到台南啦，因为即摆是暗时啊，过来食夜市啊。台南的夜市啊，大家拢无共的，去问台南人好。请问今天怎么分夜市？大大乌灰，因为拜日很好记，大，所以是大当夜市。OK， 即摆就去夜。什么令的破台语？第一次先来试看卖这个白糖粿，我伫台北完全无看过的，伊是现做的，煮了后外口温无同口味的糖粉。我食完毕了先啦。我来这个就是白糖粿，我食过，伊外口是足脆的，内底足，怎么说 ？Q， 麻吉的感觉，袂歹。口感袂歹诶，巧克力冰。我较好食，因为我介意巧克力。我食诶，我介意伊个小吃。要吃什么？要吃别的吗？好，你啦，你食来啊。台南诶，大东夜市诶，鸟仔卵嘛是要食一个。这个食鸟仔卵。香香。香香。香香。你是什么口味？瓦萨比。瓦萨比啊。好刺激的鸟蛋，刺激的鸟蛋，系啦。大东夜市嘛是足大诶，阮一直踅来踅去找位置。朋友讲爱食鸭肉鸡，没东西有啊，很少罢了诶。对啊，这种是断。哦，食迄个无骨头的鸭肉鸡。先食迄个汤，诶，是醋的味，足重。看到。有，迄就是一个鸡的感觉诶，还 OK， 还 OK。刷落来吃鸡排骨，拜拜，真好用。你这个牛肉的感觉，麻辣鱼蛋我终于食，麻辣有够香的，但是这个就是伊好食的所在。丢。被饮料噜。不用袋子了，不用袋子。这个是莎莎阿姨啊，鸡丁。好舒服的味道，这个好吃的，不是好吃，好喝的，一嘴接一嘴的喝，好喝吗？赞。我又要吃第二代的鸟仔卵了。哇，你看有烟尘的，但是我是吃起司口味的。好香，要掉了。这个看起来好吃，健康又吃，健康咯，好吃。哦，脆气霸王是啥物？足特别，来食看麦。脆气，好可爱，足古锥的霸王。这个水晶饺的皮好食诶，这个酒嘛是好食。最后，我点巧克力炼乳金蕉饼。OK。金蕉饼，你做伙来食，是滴诶有炼乳加巧克力的酒。收甜。金蕉是暖暖的甜的迄种熟的，所以就是 super 甜的甜点，它现在很软的，暖甜 ，OK 吗？蛋饼，你讲啥？蛋饼，蛋饼台语还真不错，蛋饼皮，蛋饼皮，食饱了后，阮继续试。好，再继续，拜拜。